笑，大仙不闹，么么哒。先来把三关马，好不好？先赢一把，看看我们这刹车技术怎么样。哦。完了，我点不过他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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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一个不过分吧。啊，他感觉不是很痛。哎，这点的我是嗷嗷叫啊，哥，别点我了，我这还大招压我。哎，两天没打游戏，有点生疏了。此举哪边严了？我们要直接二大大一大大四下地叫上天了。注意啊，玩上官网就得拐笔加刹车。什么意思？魔符四十七，上官小王，那岂是浪得虚名？好，这一波如果我想将他拿下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法呀。好吧，二一技能减速 A 他，他马上有大招了。再倒到这边来，一手二技能是吧？大一下，大两下，二一大一下是吧？大两下，大三下，死。人都来了没有？他咬了是吧？二狂暴大大回拉一技能大，再二技能再往这边拉是吧？大大刹车，前面给他杀得满满当当啊！想杀我，杀不掉，走位，等一下，二一技能卡个位置，这一波这个位置我们卡死了，我尽力了，点击力吧，家人们，好，谢谢。